他们家的厕所好浮夸，哎呦，我觉得我那是第一次来 iChina， 然后是朋友约我来这里 club twenty， 然后它的价钱是50块钱一份，然后里面有10个不同味道的小甜点，然后这一份呢是可以跟朋友一起 share 的，就是不用说一定要一人一份这样，然后茶的话呢是另外算的。大概10几块钱，也是一大壶，可以跟朋友 share。有点芒果粒在里面，酸酸甜甜。其实它的茶还蛮好喝的，就是有点水果荔枝的味道，很顺滑。就酸酸的梅子的味道，还蛮酸的。这个小泡芙，蛮香的，虽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可是就是很香很香，脆脆的外皮。是什么东西？那个 cream 好香。